要放弃，直到做对为止。好痛啊！打招呼的方式。哎，这鼠标怎么飞了？没人能压制住我，除了赛人。把我传送给我整没了。有没有人知道艾克的小兵蓄滞器怎么用？两远程一近战，他带着疾跑是吧？他没带闪现。硬拆呀！我操！欢迎来到左岸。小心！哎，你减速呢，大哥？螳螂哪来的减速？被动啊，哪来减速啊？那一直抬手，一直抬手，不往下 A， 你先给他减速，我不就能打着了吗？那不先给减速，我们打不着。你还真就别说，我这挺伤啊。我的过去常常在追赶中。一开始的传送打了，规则都需要被打破一次。我的血在燃烧。好幼啊！果然这刺客打巨象还是费点劲。哎呦，好吓人呐！明天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情。
他也没啥蓝了，我估计他应该也得回家。他们的注意，守下中塔，守下中塔，守下中塔，别让他推。下路就一直送，中路就一直推。小心，总会产生后果的。人这个多呀，快跑！没人守个塔呀，谁先不站在你那边，就是未来。小心，如果不再现身的话，那安静的去吧。休息一下吧。Enemy double kill。我喜欢用皮城老自己的玩具揍他们。刚值钱，又送俩。嗯，妈十一分钟玩个亚索下路能杀十个。
让任何人注意到你。非常下路。耍我一次。关键你这盘也没什么作用，那你想让我有啥作用？那才12分钟，我跟个老司机对线，你想让我有啥作用？人家不是傻逼，也不送我，这还我没啥作用？那我这都叫没啥作用的话，那261跟053叫啥呀？你他妈也别送，你让我有点作用啊！你比谁送的都欢，完事跟我来了一句，哟，你也没啥作用，你他妈都别送啊！你给我机会抓人了吗？得武器大师啊！还得是武器大师。需要被打破一次。巫妖吧，巫妖大漏，美甲铁魂卷。别往前上了，你干啥呢？那走啊，那你咋不飞了呢？该上不上，不该上瞎鸡巴上。我讨厌担负责任。两个废物。
别放 E 啊，等他飞走了再放 E。抢头一个比一个好。牙锁咋的了？牙锁是小鬼啊。